后面的，哦，它分为好几种。嗯嗯。刚刚我们讲的农业碳，这个上面白色的。嗯，白色的，对。对，你要把它放在另外一箱。这箱。对，你像这个叫桶碳。哦，很脆，很脆，要小心。很啊，这是桶碳。那么你要把它放在这一箱，很完整的。好，像这长度大概有30公分的，也可以，就可以。好，好，好。另外，像我这个电炭，哎，对，你看烧的比较漂亮的，嗯，然后声音有没有很清脆的，像瓷砖，对对对，像瓷砖。那么就把它放在这个，这个，像这个破碎的，对，它的很脆，三包的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你哦裂掉的，这个就是因为温度在上升，它水分也可能变高一点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，那就不要用，这个也不要的，对对。到时候破碎当那个碎炭，哎，就是分为这五等级，像这刚刚我有讲说垫底的，这个底下的，它的经验度不够，它声音不好，哦，这个声音不好，那么我就把它差很多，对，哦，好像这是刚刚掉下来的，好，这声音好听的，它只要有超过5公分，5公分，我就把它放那边，好，5公分就超过那边，哦，声音真的有不一样。声音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只能照顺序慢慢来，一片片的来。这扁的呢？扁的，你看中间，要看中间。对，中间可以。可以，可以就可以。可以哦。对。我好沮丧哦，很脆弱哎。对呀，很脆。我超沮丧的。哦，欸，他们这个行业很辛苦，因为他不但需要那个碳的碳粉，对，然后在里面又没有什么空气。你看我戴口罩，里面还是黑的。对，有啊，你看真的里面，你看里面黑的。对，不过这个竹炭粉，有还在，大老板还在，竹炭粉吸到我们肺里面去来，是，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伤害，不会造成伤害。有烧到，有烧到，有烧到，都有做到。被人问到是竹炭是怎么来的，我知道，嗯，得来不易，真的。先买顿竹子，要海拔700公尺以上，政府认可的竹子，然后买回来之后把它锯断，剖成片，150公尺，熏一个礼拜之后，850度，不是150公尺啊，150度，150度熏一个礼拜，850度再熏一个礼拜。看过，然后最后再去，不是，我觉得最累的是分类，分类太累，太多了，分类你真的要一根一根，然后用眼睛看啊，那没办法，机器就直接说扫描说哦，这个软的丢掉，脆的丢掉，你还一定是碰到，你稍微给它轻再碰一下，它就断掉了。对，所以说你必须一片一片的把分类。你绝对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人。对啊，那你要一片一片分类。我们刚才分一下，真的快昏倒了。真的好辛苦你们。因为养生类的竹炭和一般的农业用的是不一样。4年以上的竹子，它纤维才够。对，刚才你们去捡出来的这个竹炭呢，它是可以是100%导电的，哦，真的，这就主要碳化的温度，就把它的本质给改变之后，它就能导电。这竹炭也太多功能了，对啊，厉害哦。我们要不要边吃边聊？快有人聊，边聊，我去拿东西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所以我们眼前这个是竹炭霸王，是。碳粉是我们经过20碳化之后，嗯，去研磨。所以特别 Q 吗？就是比较 Q， 它是很 Q 哎。霸王我们做过嘛？但我们不是做这种霸王，不是，是做那种南部，它的皮是从姜然后肉丢进去蒸那种。他们是南部是用蒸的，我觉得没有酱很好吃，好好，没有酱很好吃。哦，啊，怎么样？它这个酱好好吃，好辣，好赞好赞。你喜欢吃辣吗？嗯，哦，那你要来一下，很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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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好，这是霸王泥酱吗？啊，好辣！好像加太多了。对，加太多了。嗯，哇，好吃哎！我靠，拼了就对了。哦，怎么样？这霸王很好吃。这霸王很好吃 ，Q 的有点夸张。这是在苗栗市区卖的吗？对，辣椒是店家的。店家自己的。哦，好辣！辣，很好吃。哇，我一定要知道这霸王是哪一家。我做完工，甲家超霸。那好辣，好辣，可以还想再加一点。哦，你蛮会吃辣的。哦，好爽。
过瘾的，很过瘾哦，过瘾，真的是很过瘾，真的过瘾。导电哈，哎，对，高品质才能导电，对对，所以我们要具体下，我们把风，哎，继续可以导电，哎呦，出火花哎、欸，你小心哎、欸！哎呦，真的哎、欸，很电吗？应该没有很电，110插电，110电啊，太电了，太电了，应该还好。像日本来讲，他们现在是鱼获太空船的，他那个导电系统是用竹炭去做实验。哦，是哦，它不会氧化掉。嗯。它就不是这个很妙啊？你如果是原本竹子，你怎么弄的它不会通电嘛？对啊。对不对？但你把它碳化了之后，它就能通电。碳化温度要温度要过，对，温度要过，它就能通电，就表示所有植物都可以做这样的改变吗？对，有试过吗？所有的植物只要温度达到这样的，它就会碳化。差不多700-800度以上啊，它都会碳化到变成可以导，可以导电。碳化的时间越久，温度越高，它就越缩越缩越近越近，然后变成到最后才变碳纤维这样的逻辑。哦，这样的。哎，来这边。学习竹炭怎么制作，还可以上科学课啊！嗯，对啊。哦，谢谢老板，让我们累到了，真的累到了哇！谢谢，够累了。哎呀，好玩好玩，长知识，长知识，长知识，很值得的体验，真的，真的，这很值得。我们公馆那个古迹上面呢，那里有个稻草。加工的，哎，现在老板在帮我们找下一个工作，我们都没有问，这老板直接讲了，他在地，他在地，老板你这样子会累死我们。稻草加工的啊，就专门到日本。那你跟他很熟，请他们不要让我们太累。你先打电话智慧医生嘛。他那个工作要累不了，真的很轻。要手要很巧啦，对，因为要编织是吧？可以，像我这个手指根本没办法。那大哥手上拿三袋拿好久，是要送给我们的吗？对，感谢你。哇，谢谢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伴手礼，伴手礼。一部分的产品啊，谢谢。你们带回去。哇，都是竹炭的，竹炭的，竹炭眼罩，哦呦，竹炭袜子，防蚊液。醋竹什么？竹醋液是可以做什么的？防蚊，身体外面呐、啊，是你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痒、痛、伤都可以用。防蚊也可以，竹炭片就很多功用，煮饭、喝水、泡茶也可以。对，丢到水里嘛，热水一起煮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会怎么样。不会怎么样。太好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帮到什么忙，拿。那我们就先告别了，谢谢老板，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哥，Go， 谢谢。我决定要把竹炭片，他们送我竹炭片，回去绑在我女儿身上，会促进新陈代谢啊！上面想的、啊。快到！没有这个原因，我这样烤架渣啊，甩尾！哦啊！到！我们做的是这个助莲，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跟那个香扑围在身上面那个有点像，有点类似，但是他们是在日本过年的时候要做的。那我们现在带你去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。好啊，来，好，跟我一起。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制作的助莲绳。助莲绳，对，助莲绳，它的日文叫做シメ縄。シメ縄。助莲绳是哪三个？助，助音的助，连起来的连，绳子的绳。哦，助莲绳。对。这就是我们要外销到日本的作品。这是我要外销出去哦。我们是全台湾唯一制作助莲绳外销到日本的一家喜美纳瓦公司。好厉害哦！这都要纯手编哦。对，纯手编。这机器没办法。这机器可能没办法。这机器应该没办法。我们的稻草比较特别，我们是还没有结穗。我们叫收割的稻草，因为在日本他们是过年的时候要使用这个助莲绳，有着神圣迎新、开运、招福的用意，所以一定要用新鲜的稻草跟神明做祈福。
那如果这样子还要做什么保存吗？它可以这样可以放多久？我们在收割这个稻草的时候呢，收割下来之后我们要快速的烘干。好，要先烘干，它才会完全干燥，然后我们就要放到我们的储藏室，是，然后保持它的湿度，所以它的颜色才会保持住，它才会是绿色的，因为在日本他们要使用这个绿色的稻草，是，了解。所以在日本他们可能挂在家里面，或是挂在他们玄关。其实像这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吸附在这里面，就像除湿器的那种感觉，是可以哦，东西都会吸进去，是空气的湿气，对，它是保平安的一个产品，他们的文化可以拿来看吗？可以，所以这个就是成品吗？这个是我们直接外销，就是这样子外销出去，然后去他们再加工，他们去再加工，就像我刚刚在我那个位置在做加工的部分，那是卖给台湾的一些需要助眠神的一些民众。哦，了解。就是我们资深的老师傅，80岁的，80岁了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么有活力。你几岁开始？几岁开始编这个？你蛮在哦，65岁。65，哇，对对对，第三代了，第三代了，哇。很厉害，我们做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要把它装饰一些日本的装饰物。对，台湾挂春联，日本就挂兔联神。哦，完全相同意思，就是也是很日本的味道。对，那现在就是要让你们去体验怎么样去整理那个稻草，整理完之后再到前面来跟我们的老师来学习做这个。啊，好，好，好吧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 ，Go， 走 ，Go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稻草吗？对，现在看到我们的师傅，他就在做整理稻草的动作。他为什么好好的要把它甩出来？因为呢，我们这个稻草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杂草的部分。是。那我们在做兔联神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比较干净的稻草，因为我们这都是在做家庭代工。是。那他们就是论电器稠，我们就是要快。快，他们还赚得到钱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让他们把稻草都整理好。看到我们的稻草，它是软的。就是因为它还没有结穗，是，所以它是软的，可以方便我们做编织。来，我们来帮忙吧。是是，你们一定要来帮忙，一定要来体验。要抓，要抓头，还抓尾？抓尾巴。抓尾巴。尾巴是哪一？尾巴是那边，细的那边。这不是头啊。我以为那，我以为根啊，根啊，根部算头啊。这是主要抓尾，是因为短的就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下面杂草都是在下面比较多。好，一次三把可以吗？是，可以。然后把上面解掉。好，开始甩吗？对，甩。然后我们可以边吸草边看看外面的风景，看。是。哎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。这样可以哦。对。哇，好冷哦，今天好冷。哦，这样子长度一样的才会留下来了。对对对，放这里吗？对，然后对。那这个掉在地下就没有用了吗？当然有用。哦，还是有用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制作成品的时候呢，里面有包心的部分，就是利用这个下来的杂草来做草心的部分。哦，跟竹炭比起来，稻草是还清明许多，真的还真的轻松很多。稻草清明许多，甩甩稻草而已。刺激的，在后面等着你们。刺激，有点高难度。高难度。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哦，哎，这好像不错，好舒服啊！这好像不错，这好像不错。哎，你们结束之后回去会发生什么事？他就会全身痒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会吗？会吗？会。痒的原因什么？痒的原因，稻草上面还是本身会有些汗毛，就会布满他的全身。哦，真的？没有。哦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。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